我这个发明专利啊，曾经有人给我3000万要买我的专利，有没有卖啊？我带大家看看这专利内容。祝您生活愉快。再不好，我把你腿打断。
牛逼呀，豪车开的杠杠的呀，嘿嘿杠杠的呀，嘿嘿杠杠的呀，生活要努力呀，摩托换个带棚的呀，哎呦我的妈！Let's go.